就会加一点这个叫茶渍哈，这个东西，就是茶泡饭里头会用的那种专门配料。茶渍上面那个好。那如果没有不加这个也没有，其实哈，就把水煮鲔鱼罐头的那个汤汁流下来，倒进去它就会有味道了。最简单就是加盐巴就可以了，然后加一点茶，最好吃美味，全撒吧。好，那就全撒吧。哦，这样就完成了，算完成了。来来品尝，来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宵夜，特别，好像杯子，对，感觉好像杯子，就是一口什么都有了，对啊，那口感 OK 吗？那很多。好吃哦，好吃，它味道也可以，好吃。哎呦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这个其实是我的那个糖尿病病人跟我说的，他的宵夜。后来我就帮他想想，哎，真的不错。然后因为他本来是用肉松，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就换那个什么，就是换鲔鱼这样子，就是量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对，那但是因为他没有蔬菜，所以我后来就想说，哎，用这个方法增加一些蔬菜，这样变小孩早上的早餐。嗯，对，好好吃哦，早餐也很好，营养哦。好。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跟他晃葱了，如果晃葱他会跳半天的。真的，但是我们大人吃加葱其实很香。对对，葱所以这一碗可以，调味对不对？这一碗的热量就低了。对碗，如果刚才哈，我们三汤匙的那个麦片，然后加上这个刚才那么多的这个蔬菜砖嘛，大约，对，再加上鲔鱼的话，一个人的分量大概是三分之一罐的话，其实大概只有165卡，这么低，那很低，而且吃起来会饱的感觉，对啊，很好吃，加水它就会有这个饱足感，这样子，哎呀，真的符合你这100-200卡的这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学起来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营养师，谢谢。妈妈们一定有不同角度在做宵夜的配方，对不对？对，来一起。像我就准备了这一道是麻辣腐竹，对，因为像我们是腐皮吗？对，对嘛，它就是干的，然后把它泡软，它就会变浆，还要烫过。那像我们宵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要吃重口味的，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。可是我们都知道麻辣锅很油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一道就是自己研发，就是没有负担，然后又没有油，就可以吃得饱。然后这个就是用腐竹，我把它泡软之后用热开水烫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来准备那个黄瓜丝，还有那个豆芽，也是把它烫过。然后在那个酱料就很简单，就只要有酱油膏，然后一点点的水，还有一点点的麻油跟乌醋，这样子下去拌，然后最后拌好的时候再加一点辣油，就完成了。这味道还不错，很好吃。对，清爽哦，清爽，那也蛮开胃的，很舒服。对，宵夜的前菜，宵夜吃饱的地方吧。对，我就是天天会想吃这道。对，可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因为今天这个是宵夜的主题，好吗？所以其实啊，因为这个，我觉得这道菜只要不要放那个辣油就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这道菜如果放了辣油，很多人哦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有胃食道逆流。哦。那个辣很容易刺激他的胃酸继续分泌，然后你又躺下来睡觉。可以生辣椒吗？那也是辣。换一种，换一种，就不爱吃辣，不要辣了吧。你要吃辣椒，就是离你睡觉前4个小时，让它不要那么刺激它这样子。那醋的话，它不会刺激。醋的话还好，因为它没有到这么的酸这样子。那食材上面什么腐竹啦、小黄瓜吃这些豆芽菜都很安全。腐竹也可以嘛，其实我觉得腐竹的话，因为它毕竟是干燥的东西，你不如就是直接去买新鲜的那个导包，不要炸的，它其实口感会一样，你稍微的煎一下就好，而且你那个煎根本就不用放油，用那个不粘锅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。但腐竹毕竟它是放的比较久的东西，对，麻油、辣椒，辣椒有没有？麻油热量高不高？麻油也是油啊，所以就是拌进去，它有拌麻油，有，它就是提味一下，所以就会变成很多人都误以为就是我今天加的这个麻油只有提香，没有，它也提脂肪。不加会不会不好吃啊？其实就是真的要少量了，对，否则会变成你这一餐你以为感觉都是青菜这一类很清淡，但是其实热量也不低的，可以下酒的感觉。哇，那热量更高了。其实它的蔬菜量可以增加一点，因为它刚刚那个会有一点点咸嘛，对，让你们吃就是会口味偏咸一点，当然如果蔬菜量多一点的话，就不会那么咸。对，小黄瓜或豆芽多一点，再多一点这样。好，子瑜，哎，那你的宵夜是？我的宵夜就是大家都很爱的什么卤味哦。这种很棒，对不对？在冷冷的天去买一个加热卤味就很好吃，对。而且有些他还会是用中药做的那个卤包，对，我就会跟他要多一点汁，然后喝那个当做补身体。你会喝那个汁啊？那个汁很鲜呢，那个汁
就是这样拌一拌之后，有些他专门做。你刚刚说我的那个味道很杂，你那个太杂了，他这个是卤包的，他这喝下去很正点啊。可是他那是老卤哎，对啊，一直卤一直每天一直滚哎，可不是，可是他有些他就是专门做来配汤的啊。然后就是他标榜中药啊，我就要多一点啊。有些他会说汁多，就要多一点、啊。哪一家的卤包不是标榜中药？对啊，卤包都是中药材去卤。对啊，卤包都中药材。真的吗？对、啊。好，不管那个，反正我每次去我都会点这些啦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甜不辣、贡丸，然后还有金针菇。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纤维质很高。好，因为金针菇是健康的。另外两个都加了。我被打枪了，一个。还有这个、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腐皮啊。哦，腐皮。对啊，全部都是健康的嘛。那个皮应该有炸过。对，人家是炸过的腐。他那是炸过，对，哎、欸，你们干嘛这样啊？这明明就大家都这样点。是你的四样里面有三样是加工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可是我没有点科学面啊，因为我知道科学面最肥。老师，那个前面他那几个加加跟科学面比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科学面肥？就是你的甜不辣。嗯、甜不辣有比科学面。我看你的甜不辣那一片大概都要150卡。一片。这一片。里面有三片呢。超不错。它里面有回甘，一片而已，一片高山的，一片，怎么可能？我从今以后不会再吃了，是一片嘞。我们去买那个烧烤，一串甜不辣，两片三片，它不就450卡？那一片还有一个，我看一下子瑜，我看一下一个便当哦，三片嘛，这样子热量大概就有800卡，800卡。